我哋俾人睇下你小朋友嗰啲相片，好得意佢小朋友。睇下邊個係我啦？邊個咯？個台台主。哇！好得意啊！勁得意啊！呢個點解而家咁樣嘅？我哋睇你前嘅笑容幾開心。而家咧 ，Don't worry， 你一有我，你就會好好笑咯。放心，包喺我身上。呢啲我哋第一张影嘅相咯，你唔记唔记得啊？就系嗰个 dating maybe I think is first month， 跟住去翻嗰间 bar 喺呢个度。系啊，呢一张相我哋要讲，我曾经同我个 friend。佢有一次唔知點解無意中睇到呢張相，佢話我似朗拿甸奴，跟住我應承過佢，如果我嫁得出，我一定要 show 呢張相出嚟。唔係啊，影得 close 啊，好正。呢張係香格里拉啦，係你求婚。求婚。喺個大草原度，突然間攞隻戒指出嚟求婚，騎緊馬嗰陣時，搞到我喊曬。想都冇想過啊，係咪啊？跟唔到我哋就結咗婚啦。呢張都好。我請在場各人見證，我李慧兒願你周騰飛為我合法丈夫。許願許若從今以後，無論環境順意、疾病健康，我將永遠愛慕、尊重你，終身不渝。在昨天里，几多人新欢变做前度。咁咧，曾经有段好耐嘅时间，我都冇拍拖，我都怀疑自己咧，系咪唔系值得人哋爱我？但系喺你嘅出现之后，我都开始中意我自己啦，所以我多谢你。仿佛终局对下一位情更好，其实如若一早碰着你，谈情或聚散也好。半年咧都好 unstable 嘅，成日闹交嘅，因为我哋啲性格太唔一样啦。你都看到我是那些話不不啦，咁啊，即係好多嘢講啊嗰啲，佢又冇咩講嘅。相處咗耐咗，我就發覺啊，其實佢只不過緊張我啫，咁就可能適應咗啦。咁就大家揾到一個中間位咁啦。咁之後就都好 smooth 嘅。所以讓我説太感激，這是神剛好，等我後悔了。才珍惜，先叫我找到。你可以就是不停地这样讲24小时好像个 radio 这样播紧。他就是说很多人说，但其实我是怎么说呢，我是想他有我在他身边，他会开心点。嗯，是的。其实我和我老公，我觉得就好像看到我爹哋妈咪咁，因为我爹哋和阿飞有啲似嘅，我要我和我妈咪都好似。原来全为此刻对你讲。你可以 lift my mood up， 咁我可以 calm her down。遇上你太感恩。不迟亦不早，等我笨够了，傻得到方前来抱抱。我唔会谂太远，我就系觉得每一日同你喺一齐，你开开心心，我就可以。谁竟可凑巧恋上我，还是破坏气数？我爱你，因为你真系好得意，
你的性格是很得意的，你心地很好，所以我爱你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现在你不用再问我是不是真心，我真的是的、啊、就是我爱你，这么简单。你见到我爹哋妈咪一个好好嘅榜样，佢哋好温馨、好顾家、好恩爱。我想我同你一起都可以咁样走落去。I love you。爹哋媽咪，我就覺得你哋兩個都真係老啦，咁就希望你哋可以唔使再擔心我啦。而家我結咗婚啦，你哋最擔心我結嫁唔出嘅啫。咁而家我結咗婚，揾到個好好嘅老公，你哋就唔使再擔心我哋噶啦，我哋個個都大噶啦，你哋好好享受下生活啦。你哋好好享受下生活啦，多啲去拍拖，享受下人生，唔使成日留喺屋企，等住我哋嘅，我哋要识得照顾自己噶啦，好多谢你哋咁多年嚟去照顾我。好athletic 的，即是每個禮拜都帶我們做一些很健康的運動，所以他到現在都是跟我們說、啊、你做運動要健康一點，保持自己的身體。我知道、我不是說你們一個最好的女孩，你們都這麼疼我，所以很多謝謝你們。是啦，我现在的老公很疼我的啦，所以你们放心啦。